公园啊，人家通常都是大狗，而且现在比较早啊，现在可能6点，早上6点左右吧。但是这老师啊，这个上班在比较远的地儿吧，他住这附近，然后他每天早晨来，他告诉我对他身体有好处，对狗身体也有好处，哎。他们加拿大这儿，不管是什么事儿哈，比方说停车，他都有标志，停错了，警察来了给个罚单，那也无没话可说。就是他这个狗公园也有很多规矩，那外边都立着牌子呢，这样那样的，怎么样做才对？